好冇？一般嚟講咧係咁樣樣，依度會大啲多，再多寫一次啊，就依度會大啲多。依度啊，依度會寫長啲多，大啲多。但文字一般嚟咁樣樣，依個弱字咧，我哋實際上我依個弱寫得唔係幾好嘅，依個弱字又寫。弱字嘅依個字咧就可以嗱，我寫個弱字啊，弱字個字咧就應該係咁樣樣，咁就比較好啲得啦，咁就比較好啲得，似啊嘛，大家似啊嘛，因為弱字係點樣係咁樣樣啊嘛，弱字係咁樣樣啊嘛，咁你要寫到佢似嘅話，你應該點樣樣，咁樣去咯，得唔得？應該咁樣去咯，要唔要喺度寫一寫佢啊？